2000年3月，因着 This Land Is Mine 的感动， Esther 牧师对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渴慕你的福星能临到我们国家，我愿意在这土地上做属灵警察，在属灵的层面拥有这土地的权利。属灵征战开始了。就在那一次， Esther 牧师跪在地图上，为着他成长区域里的失丧灵魂痛哭流涕，呼求神。顿时牧师的眼睛似乎明亮了，神向他启示形状如法老头的八达岭灾野属灵绘图。这一张属灵绘图带领教会走出安逸区，不计一切为土地付上祷告的代价。如此奇妙刺激非常有神的旅程正式开启。2003年2月， Esther 牧师遭受死亡的灵辖制，整个人陷入忧郁里，无法吃喝睡觉。神有恩典，神带领他们到美国洛杉矶参加 The Call 研习会。当天先知一声 Esther Rise Up， Esther 牧师的身心灵即刻兴起，死亡的权势完全瓦解，神超自然医治了他。不久后，神更带领他们夫妇连接上张恩年牧师和师母，这一连接便开启了神所预备的属灵遮盖。果然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2004年4月和7月，教会将走祷路线开展到了三位 Pyramid。 随行的董先知仿佛听到神说，300个基甸勇士就可以得胜，教会300祷告勇士的意象随即孕育而成。2004年9月3日，教会走出传统，也走进了611生命树大家庭。2005年1月， Esther Amos 牧师一家前往香港611安息3个月，整装待发。那年的冬天，牧师夫妇随着张牧师到狮子山走岛，在山上他们一同向东南西北观看，肉眼所见的是一片迷蒙的景象，灵里亦然，但圣灵的大能拖着颤抖中的他们，凭信心向马来西亚的方向宣告，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三个月的安息快结束前，教会在张牧师的遮盖和成全下改名为 GA611 灵粮堂，领受以西结书37章10节骸骨复活成为大军的意象。从此就命定了 GA 世世代代都要起来成为神国的军队。2005年6月5日， GA611 灵粮堂正式成立，大军阵图开始了。一个星期后，神启示要给 GA 一块位于属灵绘图人头部位上端的土地，让教会拥有合法的土地权和属灵权柄，按神给 Esther 牧师的启示活出 GA 的命定。2008年8月，教会人数约有300人，在如此的情况下，弟兄姐妹仍然勇敢同心齐力，凭信心在1年半里把当时市价上千万的土地买下了。这件极大极难极神奇的神迹发生了，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。显然神在告诉我们，我与你们同在。2010年10月10日，祷告帐幕正式启用，神从一开始便应许 GA 的可喜可乐城 The City of Praise and Joy PJ 逐步应验了。虽然2020年和2021年是疫情期，但奇妙的神仍旧做新事，各行各业在环境的挑战下封锁收紧自保，但弟兄姐妹却排除万难，勇敢回应神，出钱出力，使得祷告塔和祷告屋如期建成。更奇妙的是，2022年3月16日，更大更荣美的祷告殿建造工程紧接启动，实在振奋人心。18年前，神借着创世纪17章与 GA 立下了土地的盟约，今天 GA 在这盟约的记号上向着建造神殿的目标迈进。
亲爱弟兄姐妹，还有所有的分堂孩子们，我们今天是 GA 六一零娘堂18周年的堂庆。我们盼望在这个季节里面，我们不单只向前迈进一步，我们也要一同去迎接神的福星，还有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。我也相信我们一定会承接亚伯拉罕大国的祝福，我们也会承接灵粮堂611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姐妹还有众分堂们，我们就带着信心一起往前走。我也相信神在末后这个时间呢，有更大的启示要给我们。但愿神祝福大家，愿神与你们同在。